老朋友，你听到这个音乐是追捕 Get After， 这里面的秘密是这个追和捕它不都没有 N 和 G， 追不是装，捕不是绑，它跟英语的联系是 Get 是中间的，是清浊辅音，是一比一的，你如果加上更多的清辅音以后，它这里面汉语拼音就没有 NG 这样个尾巴了，你如果加上 NG 它就表示中了，这个成功，那是付出很大努力很大代价，那么就是 get there， T 是清辅音，它这个是这个量比较少， there Z 是浊辅音，所以这里面奥妙的很多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听听看看这个 Degas 这个两个对比，这个 Degas 力是没有这个L 是3，起力呢起是8，那么就是说它这个含义就是这样对应了，一个高一个低，stand up 是 rise， 这都是高高架的字母。And 什么叫半含 N 呢？就是赢是赢有 N， 低得没有 N， 这个或者结构对称的汉字是往往对应这个含等量浊音清音的英语字，该是一个一比一。有 get after， 刚才这个就偏向于这个暖色了， get there 就偏向于冷色了，如果是把这个红的变成蓝的 get in 了，那就是真正的 win，WN 都是浊辅音。那么这个中间这一排呢，全部都是 get definition， 全部是对应于 get 那么它都用橘黄色来表示呢，就是因为它是趋向于意义是中性的。什么叫中性呢？就是说这个意思呢，既不是往往是左边是往往是否定的，又不是右边呢就偏了，就是说左右都是偏，按中这个汉学里面讲中庸之道，这个中虽然这个意思不是这么简单的解释，但是这个里面是有连带关系的。你比如说这个订购啊 get， 你和这个关系就是差了很多了。这个刚才看 stand up 和弄来和玩弄都有这个，你弄来的话就没有这个偏嘛，你就是说中性的，你玩弄NG 对的是这个两个浊辅音 delay， 然后又延迟了 delay， 那个事情很严重了，你付了飞机你要心急火燎啊，你该这就是赶，因为你赶的时候是中性的，你不知道是赶上了还是不赶不上呢，你 dice 就是丢弃了，丢弃就没有 NG 啊，你就不是 down shoot，也不是气，也不是枪，钢 G 和 N 都是浊辅音啊。你如果做饭呢，就是个中性的，act 也是这样的做事。你如果是这个成功了，就是完全不一样，你就是到了上了台阶了，因为你做事只是个，你不一定是成功，也可能就是。很一般的了，是吧？这个也是这样，你 bewitch 也在这边，蛊惑
谷不是光啊，你没有光线呀、啊，你没不明确呀、啊。祸，你也是，也虽然是祸，但还你没有慌张，你还是就是没有到 panic。像你在接通的话，你不一定是畅通啊，是吧？这个里面都是用的这个，你像 free flow， 它都是 F 和这个连起来，这个颜色也不一样啊。你明白就不如明朗啊。你射击的话，你不一定能击中，击中在中间。你击中的话，不一定能够 trauma， 就不会得创伤。你得了创伤以后，你就很可能声音。你如果是叫呢 ，cry 呢，那是比较中性的 cry， 因为和声音就差了很多一个等级了。然后你感到困惑也是这样，它不是困难，困难对的都是浊辅音。你如果是弱的话，也是 k 和 e 都是在这边，弱它的字形也一样，它没有口。然后 strong 呢？就是NG， 然后汉语拼音里面也是 NG， 强硬。这个弱就不是 on， 就没有刚那个没有 on 那个意思，就没有刚，就是泥的话，就是 soil、 earth、 sand 都带有这点意思。然后 get 还有中间还是个迷人，和这个惊人呢又完全这个意味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然后你足够和能够它又对应上了，足就不是装，就不是这个 disguise 里面又有两个辅音，浊辅音，格子这是装啊。它这个你如果把这个 G 加过来是能量，那又是 NG 了，能量、啊、最后我们一定会感到你如果是不想听的话，你就消除了 get out， I don't get it。 你如果 get it 还要加个 on， 你就兴奋了，就像这个我一样，就会感觉到异常的。然后这里面三排怎么样呢？就是这边是 no G，中间是平衡的，右边是 no t， 你仔细看有 g 吗？这里没有 g， 这个 g 是 part， 也是一半那个 f enough， 然后这边才有 g 了，能量足够。这个很微妙的关系，我们都以前是不注意的，但是你点名以后了的话，你会更注意到这一点了。所以这个就回答这个问题，200块钱的问题。是为什么德加与跳舞有关呢？现在那个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你们，所以这个最后慢慢去琢磨去吧。